天地没花开，看只有汪洋望而却步，伤透的心中还有爱。等天地没花开，只敢在想找一技术，狭路重逢再战江湖。灵儿，保重。嗯。狗哥，保重。保重。哎，恩公保重。保重。你给的财路，我们每年都可以从那些贪官列豪手上拿到足有20000担，而且我们都会分给江东父老。这些年来，你们豹子帮的名声都快超过我们一枝梅了。黎兄谦让了。保重啊。保重。保重。保重。告辞。保重。但是你什么意思啊？什么什么意思？你还装？我娘说她希望我回峨眉准备继任仪式。哦，她让你回去继任，那很好啊，你回去啊。你想解散啊？我走了，一枝梅就不是四个人了。嗯，剩三个人。你再说一遍。你娘等了你一辈子，就是等你回去团聚。你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意思？你烦不烦？上次在峨眉的时候，你跟我娘说我是你娘子。你什么意思啊？在那个情况下当然是假的，你很清楚的。假的，没错，是假的。你说这里是我们的家，也是假的吗？是我想太多吗？还是你所说的都不是真的？你娘在等你，别辜负她。李阁下，你真行。什么什么意思？我娘说她希望我回峨眉准备继任仪式。哦，她让你回去继任，那很好，你回去。你再说一遍。你娘等了你一辈子，就是等你回去团聚。三娘，你就别再生哥哥的气了。我没有生气，他一定有事瞒着我。啊？他一定有苦衷才会这样的。我觉得哥哥是找个借口让自己好过一点，这应该算是好事吧。哎呀，对对对，情商这回事啊，我也经历过，是得找方法好好治疗一下。你们两个可不可以认真一点？他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会装得一脸的自若，
他越是若无其事，说明事情越严重。你不是说这次事情严重的非把你推开不可吧？是，赶紧想想他为什么这么做，不让我们帮忙。我觉得直接问他会比较好一些吧。他会说还用这样吗？哎呀，说不定他遇到一个什么绝世高手找他挑战，他怕死了拖累你，毫无牵挂的好上路啊。胡哥，我怎么觉得好像被你说中了？啊，你说会是谁？不可能啊，严嵩好像连根也给拔了，鹦鹉球那个混蛋也被张忠赶到关外去了，就算鞑靼人不把他给杀了，也得废他一手一脚啊。你是猜的还是肯定啊？再说了，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跟鹦鹉球交手了，以他的智商跟哥哥比差远了吧。张兄，我把他先交给你了。小菜一碟，李兄交给我好了，就你的人去吧。包兰英，下次再见到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李阁下，你不要走，你别走，你回来。李阁下，你不要走，你给我回来。少帮主，再这样下去他就死了。李大哥交代，不能杀他。我们是贼，又不是开善堂的。东厂做过多少好事情，我们有多少兄弟无辜惨死，就这样放他回去，我有什么脸面交代？放了我，什么都好说。你有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有我帮忙，天下第一大帮指日可待。应无求啊，应无求，你永远都胜不过黎哥笑，就是因为你这样。我不相信，金山银山，你都不会动心啊！你这种人是不会明白的。这世上有种东西，多大的诱惑都抵不过。我虽然答应过黎哥笑不杀你，但也要为曾经受过东厂迫害的兄弟们出口恶气。我们豹子帮打家劫舍那么多年，也结识了一些外邦朋友，你能打过他们，就算你命大。我们走。走走走走，炸！站住！站住！别跑！别跑！打我！这话说得倒挺中听。凭我的身份，你们大军压境，里应外合，灭明指日可待。指日可待。外面有人跟着吗？我安排的事，你们尽管放心。边关地图吗？你约了鞑靼人，你们严家没了靠山，只能另外找一个。你这可是卖国呀，这可是你的擅长啊。你约的是哪一个？哈拉族犯我大明多年，我想你们不会不知道他们吧。哈拉将军，你这是送我们去死。没准这是一条生路啊，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我大胆人最讨厌我们中原人，他最恨我们自己人吃自己人。就算地图卖给他们，他们也不会管我们。而且，就算你侥幸活下来，也只是做奴隶，你懂吗，爹？不是，你怎么害我们呢？你说的对，达达人从来看不起我们中原人。你要做的，就是拿着这个地图，让他们马上起兵犯境。那么，大明朝没有了，对你有什么好处？我的事你别管，你只管用你的聪明才智说服哈拉保住性命就好了。这是干什么？我听说有人想把大明王朝给卖了，原来正是曾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严大学士啊。大家都是老相识了嘛，有话请讲在当面。当然了，严大学士这些年来吞没军饷，废弛边防的良政妙策，搅得大明王朝是体无完肤啊。我大韩王真想把严大学士的丰功伟绩纳入我大韩国一统天下的史册呀。劳师动众啊，你不就是想让我手上的另外半张地图吗？严大学士，你儿世蕃很会说话呀。是，明买明卖的，但是你要当心你那张嘴。我告诉你们，没有我们，你们什么都不是。哼，我也要告诉你，没有我手上另外半张地图，你们是根本打不进京师的。严大学士啊，你真应该庆幸你有这样一个儿子。当然了，我要另一半地图，你开个价吧。100两黄金，100个美女，安全出关。成交。应无求如果有很重要的东西在手，威胁到他了呢？哎呀，你别猜了，别猜了。直觉告诉我，事情没有解决。我去找海大人商量一下。嗯。奇怪，怎么灯都是灭的？
燕三娘，你最好别动，一动的话，无异于自尽。油灯会把绳子点着，到时候谁都救不了你。你想怎样？给黎歌笑一个选择，看他要保住爱人，还是要保住江山。要是他来的话，达达人就会打进京城。你猜他会怎么选？卑鄙。卑鄙？还不算。要是你不想黎歌笑为难而选择自杀，我可以告诉你，你会先害死一个人。海大人。不过要是他不来的话，时间一到，你们都得死。李大哥，请坐。哦，我不坐了，别客气。李大哥，坐下说吧。是啊。我来，只是为了打听海大人的下落。如果有什么打扰的地方，请你们多多包涵。一定是应无求所为。怎么说？青虎，什么人？站住！站住！站住！别动！青虎出来。出来！大胆亦无求，还不束手就擒？哼！我要见黎歌笑。你是说，海大人消失的时候，就是无求出现的时候？不偏不倚，除了他还有谁？他说什么了吗？他说要等到见到你才肯说。你是现在署里最高的都指挥使是吗？你意下如何？我们现在群龙无首，大家都期待一个有能力的人带领我们解决这一切。这有失礼节，我已经离开这边很久了。大哥，谁是谁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大哥，大哥，我等愿听指示。这样吧，我先见一下无求再说吧。
任务促成天下间最大的一件买卖。大大人兵临城下，为君大名。你不但杀了师父，你连国都卖了。我还没有说完，还有第二件事，你的女人在我手上。我想看看天不怕地不怕的离歌笑会怎么办。你锁不住严三娘的，我自有办法。困住严三娘的地方堆满了炸药，两个时辰炸得稀巴烂。你用全天下人的命跟我玩二选一的游戏，你到现在还不了解我吗？我尹无求什么都不要，我就要赢你，我就要赢你。年前女人跟天下你选错了，你害死了如意，我现在看你怎么办。严三娘在东边的仓库，大大人从西边打进来，两个时辰两个地点出现的也只可以是你。如果你准时在西边出现，我的人就会阻止把地图交给大大人。不过你的女人就要。老林，三娘失踪了。我知道，是尹无求干的。我们以为你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所以才刻意把三娘赶走的。哎，老林，我跟你说，如果三娘这次能平安回来，你以后得对人家好点啊。放心吧，她不会有事的。也是，也没什么难的挡我们一只眉吧。那还不算什么，赶快救三娘啊。等等，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嗯。这真的脱不了身，救不了你。我知道柯先生一定会阻止大大人进京，是我连累了你，我死没有关系。但是海大人如果有事的话，那天下又少了一个说实话的人。你呀，自己已经尽力了，就不要责怪自己了，好吧？要不是我冲动，尹无求就无计可乘，我们被抓，成了柯先生的负累，又或许。我早一点离开，不拖泥带水一直纠缠，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原来你谈的是感情这事儿啊。哎呀，你们两个人真是彼此能够为对方着想啊。我们是搭档。啊？难道你不理解离歌笑的心意吗？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他什么都不说，我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有些话当面不好说，尤其是对自己有感觉的人啊。你想说什么？你呀，对自己太没信心喽。他跟你说过什么吗？那是在他失去你的时候啊。你到底要干什么？皇宫里面有个人在等我。啊，你说的是三娘？不行，这样太冒险。我没时间了，你必须要相信我，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无论如何不赞同你这种做法。你听着，我要成功的混入皇宫，只有这个办法。不行，你这样做太冒险，太过火了。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我做事一向这么过火。如意走了之后，我以为只有酒可以陪伴我过一生。可是有一枝梅，
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有人真正在乎我，有人真正关心我。是燕姑娘。一直以来我并不是不知道她对我的那份感觉，可是我不知道我心里还有没有一个位置给另一个人。我已经失去过如意了，从现在开始我不允许失去任何一个人。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救回三娘，全得靠你了。你看看你多有福气呀、啊！连我娘都认为我们是一对，可我们却真的只是伙伴，可笑吗？其实我海瑞啊，只是个热衷朝事的书呆子，感情嘛，真是有点木讷。但是我特别了解男人的心理啊，知道吗？他现在最在乎的就是你啊。弟弟，出现的也只可以是你。如果你准时在西边出现，我的人就会阻止把地图交给达大人。不过，你的女人就要……我知道她一定会来救你的。我不需要她，也不想她来。为什么？一枝梅能走到今天是因为信念和勇气。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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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就是离成功前的那一刻。我知道你是在乎我的。从来遇到任何困难他都有办法带着我们度过。他常说勇气和信念可以创造奇迹，这就是我认识的黎歌香。说得好。说的，你来这里，大大人就会进京。别说那么多了，先解困再说。先救海大人。李阁下，李阁下，你来了，你真的来了。那为什么五年前你为了所谓的正义而牺牲了如意呢？为什么？如意，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你所谓心爱的男人，你看他做了什么？
你那么伟大，值得吗？值得吗？李阁下，今天我要跟你一起下去见如意，你慢慢跟他解释吧。放过我三娘，放过三娘。你要做什么都行，求你了。阁下多多保重啊。三娘。无论你的决定是什么，我都支持你。应无求最痛苦的是你对他永远的忍让，他失败你高高在上，这才是他穷追不舍的真正原因。终于从我手上得回了一切，一直以来我什么都没有得到，只有失去。你说我今天能不能杀了你？不能，因为今天我不可能再放过你。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你那么确定我不会把地图交给达大人？因为我相信你。知道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放过你吗？因为在我心中，你永远是以前的暴雷音，不曾改变。这么多年，你做严嵩的走狗，卑躬屈膝，为的只是亲手将他解决，让他们父子俩永不得超生。对，帮如意报仇的是我，也只可以是我。这样满意吧？很满意。将军果然信守诺言呐、啊！你们也应该信守诺言吧？把另外的半张地图给我。那是自然。好一对儿，连祖宗的山坟都可以卖的父子啊！我又不姓朱，大明江山不是我祖宗的，我不喜欢。严嵩，你出卖我！你们这帮混蛋！我们今天大明的皇帝御驾亲征，你们今天是逃不掉的，赶紧束手就擒吧！天佑我大明，朕今天要把你们这些卖国的、外邦的一网打尽！我知道一定会派人送密函告知皇上，要皇上御驾亲征，让严嵩万劫不复。我只不过多派了两个人，以防万一。为什么？
为什么我每一步都被你猜到？因为我们曾经是最好的兄弟。为什么我要叫离歌笑？他们要我记住，做人应该为离别而高歌欢笑。那时候我不懂，后来我发现，为离别而哭、内疚、痛心，是因为在一起的时候，为了没有做好而哭。原来是为了自己的不懂珍惜而心痛。拥有的时候懂得珍惜，离别的时候才不会有遗憾。离别不就是为了迎接另一个全新的未来开始吗？不是应当值得高歌欢笑吗？就像这一路上遇过多少挫折风雨，最过不了的并不是什么天崩地裂，我们最敌不过的其实是自己。我的朋友，继续为自己所爱的、梦想的、
命中注定的，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呢？喂，扫兴是女人的大忌啊。今日不同往日，你还需要他吗？不太需要，不过还是需要。还是少喝点吧。别怪我没告诉你啊，管得太多也是女人的大忌。谁让你是我的人？我不管你，我管谁啊？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山西响马动乱，民不聊生啊！找死！那我们赶快行动啊！好，我们一支梅，出发吧！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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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眼泪的传说，让我憧憬，也让我感到寂寞。你的爱是一种生活，凡尘容不下的。如果离开了我，是痛还是解脱？放心让你一个人流浪，为什么我没有能力飞翔？在梦里你在我身旁，提醒我一定要坚强。你说给我力量，放下悲伤。你展开翅膀，带我去你的天堂，让爱的光芒守护着你的太阳。你温柔的泪在我脸上像一个愿望，把这感觉收藏，
不会遗忘。